这一组我看不用我介绍，大家一看就知道了，因为他写看我。好，我们请各位大哥大姐，我们进场一下好不好？这一组的阵容跟造势非常的庞大。看我，看我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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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怎么没有给他鼓励？大家都吓到了、哦。好，表演结束。真的真的，评三包三评审可以评完分了。哦，还有是不是？啊、哦。那大姐，你也是看我加油加油，然后就下台了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是。姐姐，那我们接下来我要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？客家歌曲。那这首是什么歌曲？爱恨你给你。那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代表好，就是一对，就是像一对情侣、就是注定要，就是跟他一辈子这样子。哦，注定相爱一辈子就对了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请我们的姐姐来为我们说明一下。各位长官、还有评审老师，还有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好。我们是马尼普的啊、说真的啦，我们训练这个客家舞，我是以秋南台湾民谣那种格局下去练的。我在想说，我们的舞步曲就简单嘞，啊，不是就举哎，希望说从柔中你们看出说我们这些简单的舞步的漂亮。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请大家掌声鼓励鼓励。姐姐，不好意思，把你的麦克风带走了。
态非常非常的优秀，我们的马立普，请大家再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？